无声有的时候比有声更有力量，你们看懂了吗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浩22岁，来自郑州，是一名大四学生。女嘉宾小易22岁，来自乌鲁木齐，是一名大四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今儿为什么来？谁要来？今天是我要来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产生一些矛盾，然后一直没有解决。哦，在一起多长时间啊？我们在一起1年了，在一次学校里边的活动认识的。啊。然后当时就走秀活动嘛，我俩是搭档，当时活动也挺成功，我们俩就去吃庆功宴了，然后我俩坐在一起，当时就觉得他温柔体贴，然后对我也很好，然后慢慢接触就被他吸引。对，当时我其实一眼就就被小易吸引了，我就感觉他们就是特别温柔，笑起来特别甜啊，然后长得也特别好看，身材对吧，身材也挺好的。哦，就一见钟情算是啊。对对。但是后来我在1年的相处中，我就发现他不光是对我一个人好，他对所有的女生都很好。哦。就比如说上次我们俩约的是第二天要一起出去玩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然后我想早点休息。我说那行吧，那你就先睡觉，然后我们明天打起精神，我们一起出去玩。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我早晨起得早嘛，我就开始刷朋友圈，我就看见有个小学妹就发一个状态，说什么还好有你陪着我啊，然后要不是有你什么我怎么度过，反正就是那种话，发了一个就是在酒吧嘛，底下放了几个酒瓶子，我一看那个右上角有一只手，就一点点。我一看那个手表怎么那么像我送给我男朋友手表，当时没多想，他可能不是睡觉了吗？第二天我一看他精神状态不好，我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你昨天晚上到哪去了？他才给我说实话。我刚开始问他的时候，他都不承认。我其实那天晚上是有误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8点多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在刷那个朋友圈嘛。然后我发现那个女生发了一条动态，因为我们是一起社团活动嘛，我跟那个小学妹也是社团活动认识的，就是我们都是吉他社的嘛，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就是音乐方面的一些，就是谁出新歌了之类的。哦。啊，那天她发了一个，然后我就在回了她2句，然后后来她就给我打电话说，她说她男朋友就把她抛弃了，今天晚上很伤心，想让我去陪陪她。我想着8点多嘛，我说那咱们就是我去陪她聊聊天，散散心。哦。对吧？怎么就散了一晚上了？怎么就散了第二天了？她那状态发的都5点了吧？不是越说越伤心嘛，后来寝室就关门了嘛。怎么着？我说找个地方吧，我说那去酒吧吧，我安慰安慰他。后来其实就这么点事情，第二天也没有耽误跟他出去玩，感觉挺正常的，就是帮朋友开导一下心理。你先是帮他帮朋友开导心理，那不是1次2次了吧？你跟他一起，上次还是你们社团活动啊，需要缺个男伴，你怎么就去演她男朋友了呀？那么多朋友，她那么多朋友，她为什么要挑你啊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嘛，需要搭档啊。说，那行吧，那咱们一起嘛，就搭个档，就一起。她说了咱们一起，她刚开始这么爱演，是别人拜托，别人一叫她演，她就演。等到后面呢，人家不用拜托她，她听说别人就是另外一个女生说啊，她跟她男朋友就有点吵架，她想气一下那个男朋友。那么多人，她就她一个人。主动说啥啊？那我去演你男朋友吧，我去演你男朋友，气一下你男朋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都是演的吗？又不是真的。你这样子说是演的，那其他的时候呢？那你前女友的事情也是演的吗？怎么又扯到我前女友的事情啊？那次我们一块朋友说去吃饭啊，菜都点好了，刚上，他就接了个电话就走了。我说哎，这人怎么接了电话不回来了？我就到门口等一下他，然后他可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跟我说。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得走了，然后我很快就回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中间过程中，就我跟我朋友他们一起，他们就一直问我，哎，你对象呢？在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，我就只能跟人家说，啊，他可能家里有事儿，或者是有咋了的。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、发微信，各种不回，各种不接。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一个女生来找我了。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下去，我俩就坐对面。他跟我说那种挑衅可过分的话，说什么，
不要以为男朋友跟你在一块儿就真的是喜欢你，他跟你在一块儿不过就是因为你身上有我的影子啊，他就是因为觉得你长得跟我像，性格跟我像才跟你在一块儿的。别以为你们感情好，我还不是一个电话他就马上到我身边来。那天陪他吃饭你去哪儿了？那天吃饭我接了个电话，是我前女友打的啊。他说他生病了啊，他说家里面没有人照顾他，想我给他送点药。哦，我说那行吧，因为我想着送药挺快的嘛，家这边打个车过去。那你为什么没跟他说？送了你就不回来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你怎么就不正大光明说你去送药了？这种事没有必要说。这怎么没有必要说？这是你前女友好吗？这就其实相当于普通朋友一样，你去照顾人家一下，你给人家送一个药你就回来了，回来吃饭。你普通朋友怎么那么多？你今天演一下别人男朋友，今天就去给人家送药，演着演着那不就成真了吗？啊，接着说接着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买了药给他送过去了。后来怎么没回来吃饭？后来他不是就他躺在床上嘛，然后也挺就感觉病了也挺重的。哦，我说行吧，我说我没去医院嘛，病那么重。他说不用去。我想着就是感冒发烧什么之类的啊，我挺难受的，我说你躺这儿吧，你躺这儿吃药就好了嘛。啊，然后我就给他就是给他把药给他让他吃掉，然后我就准备走了。啊，然后后来他说我感觉不太行，他说要不然你就是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万一你陪陪我。然后我想了想，我说行吧，我说我就在客厅，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叫我就可以了。啊，后来我就因为其实那天有点累，后来就睡着了。等再醒来的时候就第二天早上了。生病了怎么这么有力气第二天还来找我？那我怎么知道。